我们来到访问区好不好？雨薇这边请，谢谢。雨薇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，Vogue 呢，很多人心目中除了是杂志之外，它其实是个形容词的。Vogue 在你心目中是什么？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无可取代的时尚了，所以其实这一次可以参加 Vogue 的活动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晋升为时尚的一个其中之一。不是好像，是真的晋升了。先恭喜你，除此之外今天穿得很漂亮，走星光大道，可以介绍一下今天的 outfit 吗？对，我其实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林立的礼服，然后就是他的衣服非常多珠宝珠珠的那个亮的，然后最可爱的是他的下面是有做那个羽毛的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件，好像上面很华丽很重，可是下面却又很轻盈的感觉。那你，来，雨薇这里，来周边这边，周边这边。雨薇左边下面，来这里，雨薇左这边，来雨薇这边哦，后面第二排哦，来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点，左边一点点，左边，谢谢邵雨薇，跟我们的同事，我们带雨薇来看展吧，谢谢雨薇，请向右边走，担心走光是会有一点，但是还好，因为其实还蛮安全的，因为一般嘛。其实我刚刚下午才知道我的生日要工作一年，所以就是这阵子应该都不太会有时间可以去玩。我们中秋节会不会开放？知道不？所以很快又有新的搭建。好，谢谢。